我们看一看双方运动员的打法还是比较激烈的。好，这是红方选手宋国栋对青方选手肖成明，宋国栋一个腹部两记腹部得分扩大到5-1的比分。好，又一记横踢比分，第一分钟的比赛结束了，第二个比出战的运动员上场，朱定煌对战任科。打的还是比较谨慎的。一分钟的时间很快，所以运动员在使用技术和近身贴靠的时候转换还是比较快的。好，一记双飞踢，朱定煌得了2分。第二分钟结束，第三名选手上场。裁判员示意青方把头盔戴好，比赛继续。现在展示红方9-3领先。好，红方又一记横踢得了2分。30秒，29秒。好，青方一记上头得了3分。近身贴靠，迅速转换攻防。好，下面是最后一个人，加油了。运动员还是非常友好的。好，一记横踢上了2分，15-6。好，青方也是一记横踢得了2分，比分相差有8分，还是有机会的。红方被确认了一记拳的得分是6-7。发力是一次啊。教练员在下面提醒打法特点打法的重要性以及要求。10秒。加油加油加油。哎呀，提醒他还有10秒钟。不要放弃。好，第一局比赛结束。准备开始。上来前方还是比较主动的，想利用这种种的比分啊，被红方偷袭到了，一记转身。
教练员也在密切的关注到比赛场上的一些动态的变化，在思考着如何调兵遣将，排兵布阵。好，红方的一个失误倒地，被判罚一个扣分。现在场上比分20-11，还有9分的分差。注意啊，铁哥啊，我们说第二季比赛当中只有3名选手出场应战，时间为3分钟，每一名选手各自出战1分钟。啊，红方的一个旋转技术没有成功，反而倒地了，送给对手1分。双方都在寻找空当，击打的有效程度还是没有展现出来。击打的力量应该加大一些。哦，刚才青方的一记摄像头和红方的一记腹部得分各自被确认，还有2秒钟。好，第二名选手退场，第三名选手上场，比赛开始。好，青方选手先得一记躯干得分，青方选手又一记头部得分，看意识青方逐渐的缩小比分了。但是红方选手并没有放松，继续保持着兴奋应战的状态。这样一来，使整个比赛非常具有观赏性，给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刺激的。好，红方又是一记腹部得分，全的得分。先破坏。场下的教练在不断的指引着自己的运动员，安排战术。好，第二局。比赛结束，短暂的一分钟的休息过去了，我们将比赛带入到第三局混战，也就是对抗赛。5分钟的时间，排兵布阵。场上的主裁是来自中国的吴建中。好，红方的一记拳的得分被确认，32-20。好，青方运动员稍稍的有一些保守。双方还是在试探，用拳腿去寻找机会，但是每次击打都是有力量点的接触，但是并没有达到力量值。不同的级别是有不同的力量值的。啊，红方教练提出来要换人了。好，上来一个，这是1号，红方的1号，宋国栋。对战青方4号吴凯。好，青方要换人。这是青方的肖晨明。
啊，用前腿在控制对方，寻找机会。红方运动员换人。我们说在上下场的过程当中，还是尽量的要求自己去跟队友击掌示意，以免给自己带来了不必要的判罚减分。啊，秦方的一记上头非常的干净利落，这是朱定煌。啊，红方又得了一记躯干得分。啊，得完分就被换下去了。好，红方换了新的一名选手上来。前腿的试探，前腿试探啊，秦方换人。又有红方提出了换人，在团体赛之中的啊，红方又是一记高位的礼盒下劈，得了三分，秦方提出换人。我们说在团体赛事当中，教练员是可以起立为运动员指导并加油助威的，关键是在站立的状态下看场上的情况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因为他们要在场上瞬息变化的过程当中给出运动员一个合理的布阵安排，也就是一个战术性的一个指导。每一名运动员换上下场的时候，都要双方击掌，以示礼貌，也是体现出跆拳道的礼仪廉耻。而且在换人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没有顺序，没有次数，不是没有次数，是每一个人上几次都可以，在总共十二次换人当中是不限次数的。好，秦方的一记打头成功，现在的比分相差了有20分，红方领先。先破坏啊！好，秦方换人。秦方还有6次换人机会，红方还有6次换人机会。好，红方换人。我们说运动员被换上场，要在场上打足5秒钟才能使用下一次换人的机会，这也是避免上上下下速度太快的这种现象出现。好，前方运动员在寻找机会，想缩小比分差距，看一看有没有效果。好，红方教练员提出了换人申请。好，秦方的一记横踢得了2分。好，秦方运动员的找点还是比较准的。还时间还有3秒。在第3局比赛结束，
在第三局和第四局的比赛当中，好，第四局比赛开始。第四局仍然是五分钟的比赛，采用的是对抗性的赛制。好，现在我们看的是红方选手是赵帅，在对阵青方的王海瑞。好，赵帅的一记全部腹部全分得被确认。好，显示器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No. 在五名参赛选手当中，有一名选手是替补选手。就是先那个极限做好，极限做好，极限做的当中一遍。好，比赛继续，看看赵帅能不能继续为红方扩大比分。好的，一记转身上头，旋转技术上头被确认了五分。好，前方换人，继续迎战赵帅。啊，这个时候红方换人，赵帅下去休息，换上了二号周定煌，二号任科。好，红方的一记前腿横踢，护具确认，打在膝盖上。现在比分分差是22分。啊，青方选手能不能继续缩小比分的分差？提前跟破坏做好。红方的一记上头，青方的一记腹部得分，但是红方倒地。到了第四局了，大家都在尽自己所能的去拼搏。分数领先的在努力的去保持自己的优势，分数落后的也在奋进的去追赶，机会都是均等的。好的，一记横踢，前方的一记腹部得分。对，动起来啊，不要跟他应对啊。好，又有换人，红方要求换人。上场赵帅又来了，还能看出来他的积极的状态，是非常主动的。好，前方换人，现在换上来的是，看看这是谁。然后呢，王海瑞也是非常敢打敢拼的，面对奥运会的冠军不怯场。
啊，红方被赵帅被换下去了。比赛继续，时间还有1分48秒。先破坏啊！好，红方换人，现在的比分是53-66，还差13分。分差始终是这样的一个差距。好，青方换人，还有1分12秒。现在双方还各自剩了6个换人的名额。教练员在场下不断的进行战术指导。红方要求换人。上来的运动员看看能不能明显的体现出教练的意图。青方运动员换，青方运这边要换人了。红方的一记旋转技术做得很漂亮，红方青方也是一记旋转技术，但是都没有打到护具上，没有得到力量值。红方换人，红方的一记转身后踢没有被确认，但是而且跑出了界外，所以被判罚了一个扣分。好，再一次的旋转技术被确认到，连续的两记旋转技术，但是没有得到力量点。时间还有3秒、2秒、1秒。第四局比赛结束，红方获胜。